这个机器我们叫做十五转，这个是最佳状态，最佳参数十五转一分钟。那所以这两台机器啊，一天可以做900条毛毯，白砂加黑砂合碾成灰色的砂。那这样织下来的毛毯就是灰色毛毯。那灰色毛毯就是说不用再去染，不但减少用水，而且不用化学品，不用助剂，哎，不会污染，不用助剂，还省电力。对，还有省电、省水、省能源。对，所以呢，这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环保毛毯。当然。